莅临展览会，为着要发扬在地农特产品的特色，提升红龙果产品的竞争力。30号早起发表一度赞红龙果加速益生菌的新产品，五万照即届拍开莅临展农产品的知名度，提升地方产业经济加农民的收益。我们二林地区啊，有400公顷的火龙果的一个产地。那我们火龙果不仅是可以说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长的一个水果。那我们火龙果也有很多的这个维他命 C 还有维生素 B 群。那我们很高兴二林振农会能够研发这个火龙果的益生菌透过这样的一个研发能够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到一个很健康的很好的一个水果。益生菌这个技术我利用这机会甲各位报告，我有真侪好朋友，伊有一个小毛病，就是会便秘。我甲大家讲，好能够吃一束啦，保证你顺顺顺。红龙果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以及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甜菜素阁是抗氧化加抵抗癌细胞成长的天然色素。这个物件会当予咱肠道健康、人不老，啊，予你精神规天拢足好诶。这个东西吃下去一定要喝300cc 以上的水，那个我们的益生菌才会更活跃，对肠胃道会更好。这有别于一般的，他们都没有把红龙果加上去。莅临展览会收集红龙果的精华，结合当今生物科技，做出现在畅销的加速益生菌，实质增加果农的收益，也促进农业的升级。公益频道林俊明莅临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